你该不会是想要追求沈医师吧？对啊，我是想追他。我一直把你当朋友看，你可以给我一点建议吗？我觉得沈医师是一个聪明又谨慎的女人，要追她不能操之过急。还记得我吗？你就是那位左眼比右眼高0.2公分那位先生对吧？哎，我们来猜猜看，跟沈小姐约会的这位男士，到底跟我们所谓的完美男人差多少？你对我的女人有意见吗？我是沈小姐的男朋友。走了。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会欺负女人的男人。谢谢你，你帮我出一口气。你变成现在这样应该还可以啊。什么样的男人才是他喜欢的类型？你不能来了。不亏你是我的助理啊，我还没开口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。你觉得我怎么样？还蛮帅的啊。那我可以当你男朋友吗？你不要自己觉得长得很帅就可以在街上乱码呗。嗯，做什么白日梦啊？看你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等甄选会结束，我就会安排你跟倩倩碰面。你现在呢，就站在门口等我，别到处乱跑，知道吗？知道。